待会这两图结束的时候啊，你摁一下这个，就摁一下这个就可以了。Stop， 然后再摁一下，再摁一下，摁一下，就这个地方。对对，摁一下，再摁一下。好，因为它这个路的话呢，这个有些不好的，因为怎么呢？它有一个自动的30秒、30分钟的 timeout， 哦，自动就关掉了。这个唯一的不好的，所以呢，每场就不会超过30分钟。哦，行。打完以后摁一下，再摁一下就可以了。